今天吸老虎虾，吸得出来，你们赏我一个小红心。这肉真紧。完了，吸不出来。5毛钱的龙虾味儿，配上2毛钱的辣椒油，来上一个。明天是教师节，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，幸福安康。要不要吃光？要。嗯，吃吧，吃。太辣了。太辣了。吃汉堡必须配上红油才够味儿。今天咱来个夹心的。夹心大汉堡。今天吃雪糕，红橙2块大雪糕。里面还有一条鱼。